红苕是什么东西？红苕又名红薯、番薯、山芋、地瓜，是管状花木旋花科植物。番薯最早种植于美洲中部墨西哥、哥伦比亚一带，约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传入中国，分三条路线进入中国云南、广东、福建。番薯喜光、怕冷、不耐寒，适宜的生长温度为22到30摄氏度，温度低于15摄氏度时停止生长。番薯的根系非常发达，吸肥能力强，宜选择在土层深厚、土壤疏松、土质良好、灌排能力强的土壤中种植。番薯是一种营养丰富且齐全的天然食品，富含蛋白质、磷、钙、钾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 等丰富营养，这些营养都是人体健康所需。